之前在他家买过，啊，他家甘蔗汁儿特别甜啊，有证据显示他家的甘蔗非常的甜啊，而且这个冰块看着非常的规整啊，但是能不能制冷就不知道了啊，那怎么制冷的呢？有没有明白人啊？看啊，纯天然无污染。有的人说有苍蝇啊，就是苍蝇最懂哪个甜，知道不？就是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啊，洗洗手，转上杯啊，过滤一下。我没啥事儿，我挺好，兄弟们，给你报个平安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